笔直的公路尽头，放眼望去就是三色从浅到深的渐层太平洋。这里是太马里车站，出站的景致号称全台最美。帅哥，你在拍什么？我在拍最美丽的海景啊！啊，真的？对啊，这里是太马里车站。1、2、3，耶！有民众趁周末带着一家大小，从台北专程到台东太马里，就是要一睹绝美海景。你看到这边的车站的风景的感觉怎么样？很舒服，很漂亮。听说还可以看到那边的海，对，海的颜色三层，很别致，很特别。当然，除了车站，还能到周遭的景点，太马里金针山、千禧曙光纪念园区和三河海滨公园踏青，不但能看无敌海景，又能欣赏浪漫金针花海和曙光，实在吸引人。实际对比台湾三个靠海支线车站，基隆八斗子站位在北海岸，岸边能见到浪花打在礁石上；太马里站则是一出站就能见到三色渐层太平洋。另外多辆车站红色栏杆十分显眼，也因为位置较高，看的海景相对辽阔。三个车站各有各的特色，都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朝圣。台湾靠海的观光支线，每逢假日就会吸引大量乘客搭乘。年节将近，民众不妨到东台湾走走，一睹绝美的太平洋海景。记者赖永成、魏文轩，台东报道。